买唔到 iPhone， 原来佢哋作怪。北京卖 iPad WiFi 版，有人排咗三日，有人为咗买 iPhone 去专门店去咗五次，首位都话卖晒咯。咪就系呢班人搞鬼咯，数以百计水货党喺英国曼彻斯特同巴明翰苹果专门店扫货，街头转手就卖俾啲海外买手，每部赚850港币，仲曾经因为争位大打出手添。英国正机价 iPhone 大约卖6000同7200港元，海外买手将 iPhone 转售到去中俄、印度、新加坡、南非同杜拜等地，赚最少一倍利润噶。美国苹果就拒绝评论。其实深圳都有水货客在香港买 iPhone 之后掉了个包装盒，将配件在背囊那里分开摆，趁内地海关午饭那阵过关带回去卖的。